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会系试翻 Biofirm 呢只 Slimming Firming Gel 咁样啦。咁其实咧佢嘅 texture 其实系 cream 状咁样嘅，就唔系话 gel 状啦。咁其实今次啦会系我第一次咧试用呢类型嘅瘦身产品嘅。咁其实过往啦，我就觉得外用嘅减肥产品啊或者瘦身嘅产品啦，都会系远远不及節食啊，同埋做運動噶。咁當今次真係第一次試啦，咁覺得其實我都用咗大概都有成十至十二日咁樣連續用咯。咁用喺手臂啊，或者小腿啊、腹部啊都有去用過嘅。咁其實寸數方面咧就冇話特別去話真係可以減到咁樣噶。但係咧，咁譬如女士們啊，著完高踭鞋啊，放喺小腿度，我就覺得係好舒緩啦，同埋可以減低個疲勞啦，同埋而且個可以去到個水腫啊，令到個小腿就冇咁腫啦。咁同埋咧，根據說明書上邊啦，佢有教點樣去按摩個腹部啦。咁我就覺得好似按摩完個腹部之後啦，感覺上好似都可以幫助到個腸道嘅蠕動啊，令到個通便都暢順咗。咁就咁我其實用法咧就真係好方便嘅。咁就去由手啦，如果以手嚟計咧，亦都係由上至下啦。咁腳部都係由上至下去做嘅。咁其實係一個綠色嘅 cream 狀咁樣嘅氣味。方面啦，就唔係話真係一個鼻好香嘅香水味啊，或者香料味、化學味咁樣嘅，係啲好清新嘅草本味咯。咁就用落去就唔會話覺得好假啊咁樣嘅味道咯。咁咧，我大概搽咁多左右啦，咁啊喺手臂位嘅，咁就會由上至下咁透過按摩啦，去啲淋巴位啊，可以舒緩翻個疲勞啊，去翻個水腫咁嘅。咁佢其實睇翻佢個成分啦，入邊都有啲咖啡因噶，咁係有效咧，通翻個水腫啊。咁咧每晚咧都 keep 住用咯。咁而且個咧個手臂方面咧，雖然就冇話真係做到個收緊嘅個嘅效果啦，但我就覺得咧，其實都如果放喺小腿用啊、腳部啊，咁其實都可以舒緩，透過按摩可以舒緩翻個疲勞，同埋佢個水腫效果都幾好嘅。咁因為咧呢種新嘅產品咧，都用途方面咧，都其實都係每晚沖完涼、臨瞓之前咧，去氹翻按摩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其實都幾方便啦。但雖然啦，佢方便啦，但我覺得都唔可以話真係依賴。啲外用嘅瘦身產品啦，都要均衡飲食啦，同埋要做運動㗎。